也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，下雪天还要在外面上课，都快冻死我了。这教室还不封顶？喂，小绿毛，我来了。臭小子，瞅瞅现在几点了，班里整天就你一个人迟到，就不知道早来点吗？这还不是怨你。说什么呢，把这些作业给我写完。我刚来就让我做作业。小声嘀咕啥，快给我滚回位子上写，放学给我。一天天神气什么，这么冷的天怎么写，拿出电脑玩会游戏吧。嗯，是谁在课上玩电脑？原来是你啊。卧槽，小绿毛好用劲。臭小子，快给我滚回来。来了来了，这次就先原谅你，再有下次你试试。知道了老师，我保证不会有下回了。我们继续上课吧。作业怎么又回来了，赶紧扔掉，拿出拉杆。我丢手滑了，快点捡起来，摆上拉杆，启动机关。这雷霆之力好猛啊，快把它关掉，趁现在赶紧跑。黑板两边有我设计的机关，中间能直接冲过去，这里还有我准备的水电梯，快点把门关上，去水门里躲一会。把地上展示框里的线拿出来，修复一下陷阱。就在这里拿出电脑，摆上开机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黑板两边有拉杆，先去试一下。我操，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另一个拉杆，希望。Hello? 大哥冷静。特么的，居然是机关，我早就发现有水电梯了，先去这个上面找一下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我操，这门让雪堵住了，快挖掉。树懒看你这回竟然是笑眼，好可怕啊，赶紧溜走，忘了不能背对着他。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，去左边的水电梯上面找一下，感觉树懒一定是躲在这里，下去看看。臭小子，放下武器投降吧，给这玩套娃呢。我操，老师快要来了，赶紧跑，这里是能直接穿过去的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摆上电脑开机。可恶啊，竟然是陷阱，去这个门里边找一下，这里竟然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瞅瞅。我丢给我冻的脚都不听使唤了，快冲进去，别让树懒跑。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感觉附近凉飕飕？我操！我太难了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火门里找一下吧，把放在背包里的墨影珍珠拿出来，顺便把这朵花丢了，找个好点的角度丢出去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大哥们冷。太惨爆了，我早就发现水门后边墙不对了。臭小子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小绿毛，你瞅瞅这是什么，别懒哥竟然敢拿刀威胁我。哈哈哈，小绿毛没了，继续玩游戏。也不知道老师怎么回事。臭小子，快给我滚下来。这好高啊，我不敢。为什么要在有暴风雪的时候上学？别废话，快给我滚下来。我操，小绿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给你的考验，看我给你跳。我操，越想越气，找他要个说法。臭小子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为什么把我打进岩浆池里？没有为什么，给我滚回位子上。回去就回去，神气什么，玩游戏打发一下时间吧。让老师发现。臭小子，快把电脑交出来。老师，我不敢了，就原谅我这次吧。那好，再有下次你试试。小绿毛还想收我电脑，做梦去吧，再拉几次试试。我丢机器坏了，没办法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小绿毛看头上，别树懒，他没了，赶紧跑，快从这里溜走，把隐藏门关上。这附近有我设计的多个机关，其实我是从这门跑掉了，就在这里玩会游戏吧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先去试一下左边这个拉杆。我操，刺激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对面。我操。 Hello? 大哥冷静，你不要过来。特么的，居然是机关，有本事再来一个，真当我怕你们啊。啥也不是，去其他地方找一下吧。这果然是隐藏门，这里怎么这么多门，先去右边的试一下。 Hello? 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就这点小伎俩还想坑我，在这个里面找一下，真的啥也不是，剩最后一个门了还想坑我，给我去试。臭小子，不在这里，去其他地方找一下，他应该就是在这两个里头了，给这玩套娃呢。我操，腿不听使唤了。
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！去隔壁的门里找一下，感觉他一定躲在里面。又给这玩套娃直接冲！我操！竟然是笑眼，快点把门关上，现在感觉安全多了。前面有两个活板门，过去瞅瞅。先去这个下面找一下，放下武器投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！可恶啊，竟然是陷阱！去这个下面找找，臭小子，一定躲在下面。Hello, it's me.小绿毛快来了，赶紧跑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，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这扇门里找一下，竟然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找一下，放下武。这是哪里？我操，什么玩意？特么的，居然又中陷阱了！去火门看一下，把放在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角度丢出去。腿又不听使唤了，好可怕！你们不要过来！太惨爆了！尼玛，又中机关了，这一定有隐藏门！臭小子，终于让我找的你了！竟然敢拿刀威胁我，给我下去吧！树懒，你不讲武德，快拉我上去！做梦吧，看我怎么送你去见你太奶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过来，电脑课不想上是吗？我来了我来了。卧槽、Hello? 卧槽，大哥冷静。哈哈，上当了吧，你特么敢算计、你妹的小绿毛，给我过来，立刻给我一个交代。我特么出来混的，给谁交代？拿来吧你，你有种的等我过去。你过来又能怎样？呦呵，你还有两下子，实话告诉你，搞这个陷阱就是不让你上电脑课。你讲不讲理，这么多电脑一台都不给我。闭上你的嘴，先把你欠我两年半的作业补完，否则你这辈子跟电脑无缘。这老东西一天天事真多，这电脑我不玩了，今天必须揍你。你说什么？还把作业扔了，找死。别老师冷，你居然还能来？废话，老子筋斗云可不是面团捏的。回你座位吧，老实点。老实个屁，都坑我三次了，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瞧瞧。什么声音？我操！你小子居然想害我！闭嘴吧你，这次该我了。他这个小心眼绝对会找我事儿。不过幸好我在附近布置的有陷阱，实则我躲在这边，他根本不知道现在可以玩游戏了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找的腿给你打断。这有两个拉杆，先去左边的瞅瞅，希望不要是陷阱。我操 ！Hello， 大哥冷静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对面的，这个总归不是。我操！刺激！特么的，居然又中陷阱了！我早就发现这里有水电梯了，先去这个里面找一下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我操！没想到这里竟然有门，给这玩套娃呢。不管了，直接冲过去。这是哪里？我操 ！Hello, it's me. 尼玛，居然中机关了！去对面找一下，我感觉臭小子一定是躲在上面，快冲过去抓他！这里竟然有一个洞，树懒有可能是从这个地方逃跑了。又给这玩套娃，不管了，直接冲过去。可恶啊，竟然是陷阱，去这附近找一下，这竟然有两扇活板门，先去这个底下找一。我操！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坑我，去这个下面找一下，安全快下去抓鼠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小绿毛快来了，赶紧跑，这中间是戏雪，能直接过去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，摆上开机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这个门后边瞅瞅，这里竟然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找一下。这是哪里？我操，我太难了。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，去火门里找一下吧，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角度丢出去。我操，你们不要过来！太惨爆了！尼玛，居然还是陷阱，这中间一定能过去，穿一次试试！哈哈哈，我就知道，臭小子，谁让你玩电脑的？我就玩怎么了？快把背包里的拉杆拿出来！我丢，敢拿刀威胁我？快启动机关，你给我滚下去吧！
小绿毛没了，继续玩游戏。